世界上有没有奇迹？有人说，奇迹是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而达成的。也有人说，奇迹是无数偶然事件碰撞而起的化学反应。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奇迹呢？告别与新生，也许只在同一瞬间，又或者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。到马路上也会是心跳停掉了。我求求你救救我、除了糖尿病还有什么病啊？救命。每一次的急救都不可能100%能够战胜死神的。你既然是一个院前急救的一个医生，你就要把你碰到的病人救好。往下。消防龙出车了，天宝路一个老人摔下来，是快递员报的。哦。你现在身体拐痛了啥地方？啊，拐痛了啥地方？头有啥吧？头颈有啥吧？来，胸口有啥吧？胸口有啥吧？啊，肚皮。胸闷肚皮痛啊？你原来是啥癌啊？上癌的啊啊！老人告诉我们，他有晚期肠癌，经常腹痛，所以今天他是一时疼痛难忍而倒在了地上。你现在屋里向有人吧？没有。就晓得了。老人被发现时，独自摔倒在路边，身边没有任何亲人。早先生是他爸爸吧？现在阿拉救护车高头，侬快点赶到第一人民医院，好吧？快点啊！老人的家属不在家中，所以我马上电话通知他赶到医院。我现在多少辰光来这毛病？一年多吧。别让我肚皮痛啊，也痛啊，都吃止痛片的。我经常饭吃了，不吃啊。大便有了，也没。小便呢？老人患的是晚期肠癌，常常遭受具体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，常常需要止痛药来缓解疼痛，非常痛苦。他因此有点厌世的情绪，开始绝食和停药。这个腰行不行啊？腰椎呢？你能翻下身的吗？能翻身吗？哥哥，不要想不出，我都好啊，我都好，慢慢地来呀、啊。你不要想不出啊，我都好了，毛刀痛啊，我都好啊。我俩这，阿拉哪能做你不知啊？对吧？啊！匆忙赶到医院的家人充满内疚，他们只是临时出门，没想到陶光武老人却发生了这样的意外。现在呢，有种临终归位的一种病房，把伊联系联系。伊面搭嘞有的一种心理疏导。各方面，还有呢，相对就讲一种止止痛，就缓解一下个事，可能对伊有帮助，对家属还是有一个好的交代。你被送到医院去了，屋里不好等了。哎，对，现在外头每个区侪有一只临终归位个只病房，你去联系一下。好吧。舒缓病房正是收治这类病人的一个医疗机构，
设在了各个区的卫生中心，他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缓解病人躯体和精神上的痛苦。您请讲。我叫救护车子了，在新城路上的那边有个加油站呢，病人没气了，你快点过来了。总机跟我说，好像人呼吸心跳已经停止了，在马路边上面。呼吸心跳停止是我们院前急救最紧急的一件事情，应该说。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我靠！你们在做事情啊！这个事情啊！来，你先等会儿，来，让开了，让开了。病人什么情况？你住上去再说吧。我有个重压啊，氧气心脏就顶开了，不行。我去看病人的时候，意识已经没有了，呼吸也没有了，摸不到颈动脉搏动。啊！上车来插管那个监护。哎，龙马，龙马了，龙马了，把一下打。推上车以后，就是由张鑫开始做胸外压，我是开放气道，给他一个气管插管。我把管。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呼吸心跳停止的时间也蛮长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心肺复苏成功的几率应该是很小很小的。但是我们对待每一个病人还是应该一样的，必须尽力的全心全力的去救治这个病人。镇上先送，先给我开两针，好的。先开了。哎，开开开。总机，铁路预报动机，病人心跳呼吸停止，插管插好了。我们始终给他一个胸外压，加上气道的一个通气，效果并不是很明显。强心针也用了，肾上腺素也用过了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。来来来，弄下来，进去过。退到马路上已经呼吸心跳停掉了，我们抢救了大概得两三分钟时间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用药，但人已经没有了，痛苦都已经大了。可以强心了，强心针都已经用了，幺二零上就用过的，我都给你用啊。经过几轮全力的抢救，监护仪上那条久久没有波动的直线，让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。89岁的蒲美娟老人还能有生的希望吗？每一次的急救都不可能100%能够战胜死神的，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这些生死离别，但是我们只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收到有什么短信？那个同济医院急诊的护士发给我的。刚才我们送过去那个心肺复苏的病人，打桩机打了好久了，然后现在竟然心跳回来了，血压也好了，哎，蛮神奇的。我们可以去同济医院再去回访一下。心跳回来了？心跳回，哎，回来了。那血压也好了呢？神奇的，心脏强，对不对？插管插好了，心跳呼吸啥么子弄好了，不可思议，奇迹。现在他心跳回来了，还是蛮神奇的。就是这个，每一个呼吸心跳停止的病人，我们都要尽我们的最大的力量去抢救嘛，说不定这个病人就能回过来的。每个生命实际上都会有那么一点奇迹发生。
请。哎喂，你好，那个我开的那个破水需要油价救护车。在哪里啊？永兴路99弄。虹口肖月龙出车了，要跑一趟永兴路，产妇要生了，送杨浦区红房子医院。姚明医生组当晚接到的是一例羊水破了的孕妇病例。您在啥地方？预产期几月啊？六月七号。啊，还有五天的。产期结束还正常吗？现在就羊水破脱了，见红了吧？见红没有见红啊？肚子疼吗？啊，产前检查都正常的啊。啊，准备走了。哎，哥哥，打气吧。好，我也到。衣裳不要再弄去了。侬如果冷的话，侬把伊就，哎，搞到披披就可以了。侬就搿条肚皮高头搭搭了，喏，那肚皮高头。又重嘞，勿重勿重。哦，吓呢。勿要紧勿要紧。来，1、2、3，哎嘿。哎呦喂！那搿个孕妇联系卡打好啊。哎呦喂！啊，侬再一只手机拨伊。哎呦嘿！他拨我啊？哎，侬伊侬否则进去，伊拉进勿进去？到辰光拿外头哪能联系呢？就通过手机啊。侬不叫嘛？下头等侬，下头等侬。几趟啊？第一趟了。嗯，好吧。嗯，不要紧张。紧张，他现在小孩紧张的要命，我女婿紧张死了。侬讲是吧？俺们在老张，老张好像没噶紧张，不一会儿我也老紧张。搿头咱俩侪老紧张的，是吧？第一趟做家长的人开始，不要紧啊。分娩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，它不是一个生病的一个状态。现在是有点紧张，而且还是有点开心。还给我们普及一些知识。救护车上那个医生说的还挺准。对，他说我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生出来，等了大概38个小时，近40个小时那个煎熬的过程，他前面给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，还是挺好的。因为我们作为准爸爸、准妈妈，那天晚上确实是有点不知所措。然后这个120的医生，这个很耐心，这个安抚我们的情绪，然后使得我们这个宝宝最后也很顺利的这个出生，非常感谢。宝宝，宝宝，侬在屋嘞？哎，前头是，伊前头小便小到身高头吧？思思，啥思思要叫，晓得吧？知道，你叫伊早，等一下早点困觉，啊，不要再疯了，慢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